你的意思是，封我做令尹？父王怕是回不来了，这楚国的事，还得你我兄弟二人担着。只要你我齐心，楚国必强。 喏，打开看看。和氏璧。从今日起，这和氏璧就交由你保管。我楚国的至宝都放在你这儿了，你还不信任为兄吗？ 可是，你就不怕我跟你争王位？你已经争过一次了，还会争第二次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好，如果你做了大君，可别忘了，也让我做令尹。我会的。可是，我做了令尹，昭和怎么办？昭和老了，也该歇歇了。屈原呢？ 他一直跟你我兄弟作对，搞什么选储君，储君本来就是哥哥你的，还有什么好选的？若不是他从中挑拨，你我二人也不至于争来争去。还有，要不是他鼓动父王合纵变法，我楚国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局面。如今父王困在武关，都是被他害的。依你之见。 该如何处置屈原？只要有他在一天，就会左右我楚国朝政一天。臣弟以为，不如除掉屈原。